郭峰，啊，哎，那个谁呢？在椅子上了啊。Hello， 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们，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无名杂货店，参加我们电影《解忧杂货店》《解忧复活》的发布会现场。我是隔壁有名烧烤店的店长，我叫佑明，我是今天主持人，欢迎各位的光临。是的，今天相信高朋满座哈，大家都听说我们今天的解忧杂货店要复活了，所以很多人都要来一探究竟。那我们前排呢也做了很多的大胆来到我们的现场。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欢迎万达文化集团高级总裁助理兼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德富，欢迎您。先给他格式化是吧？欢迎蒋总。接下来我们要欢迎英皇电影制作及项目发展总经理邵建秋，欢迎您。欢迎您的光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英皇电影宣传推广及营销总经理梁玉英，欢迎您。欢迎您的光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上海屏东影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文文，欢迎您。欢迎您的光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电影《解忧杂货店》联合监制尹洪波，欢迎您。欢迎各位的光临。那说到我们的解忧杂货店，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哈，特别是我们的原著粉。大家都知道解忧杂货店呢是被誉为多页作品当中最为感人的作品，那不是推理小说却更加的扣人心弦。那我们这部小说在亚洲的发行总量累计是超过了1000万册，而且在我们豆瓣上面是获得了8.6的超高的评分，以及22万人的评论，非常的厉害。那在去年，也就是2016年呢，在我们的万达影业与英皇影业携手宣布要开启我们中国版的同名电影之后呢，就在我们的业内外一致认为是最受瞩目的一部改编的 IP 的作品。那这次我们中国版的电影当中，除了秉承了原著的风格之外，还加入了非常多有我们中国化特色的一些元素。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背后，我们整个舞台设计就是我们解忧杂货店本店了哈，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的有年代感，加入了非常多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中国的风格在这个我们的背景当中。那当然想要了解我们整个电影台前幕后的故事，马上要先请出的就是我们解忧杂货店的导演韩杰导演以及我们的监制董律师上台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导演还有监制，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来，两位，我们请舞台中间先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董律师。欢迎我们的监制董律师。各位好，谢谢大家的光临，也感谢大家对这个电影的关注。我是这个电影的导演韩杰。欢迎韩导。两位一出场，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个杂货店的房梁还有柱子已经被点亮了哈。其实呢，我们就是预示着导演跟监制就是我们解忧杂货店的这个顶梁柱，他们撑起了我们这部电影的精髓。所以我们也想好跟两位好好来聊一下，这次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接触到我们的解忧杂货店，然后想把它改编成电影。好，第一次接触到呢是2013年，是角春出版社的两页纸的英文故事大纲，然后我们一看呢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特别，是给年轻人的故事。我们就希望说如果有机会把这个故事拍了是一个电影，就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其实你们身边是很多人关注你们的，你们就是走你们的路，规划你们的生人生，然后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或是年长的人，我们不会干预你们，但是我们会关注你，我们会提供解答给你们，就好像里面的解忧爷爷一样。对，是我们出于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对不对？要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是导演呢？我是以前对东野圭吾这个作家呢，其实有一些固化的认识，因为他的主体的叙述模式是悬疑还有推理啊。那我就在去年呢无意中就是看到这个解忧杂货店，让我
非常吃惊，非常意外。我觉得他居然写了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犯罪，也没有悬疑推理，只讲了一个爱的故事，然后这么一个大爱的一个故事，有在这个故事当中诸多的演变，还有那个关于爱的各种的变奏啊，各种的小主题，在这么一个强大的故事里头，瞬间就把我打动了，我就决定要拍这个电影。所以导演是被打动了，所以我们要来进行这个电影的制作，对不对？来，我们导演往我台的右来左侧，我们走一步，他们这样拍照可以好看一点。是，那其实我们也都很了解哈，像我们的这个东野圭吾先生，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对不对？他好像是说每一版的改编都需要经过他的允许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改编剧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改变这个申请这个改变，我们是花了两年的时间。确实是东野圭吾先生跟那个角川出版社，他对他们的故事啊，他们的 IP 要求很高，但是 JS 表示他们尊重自己的作品。那我们要申请之前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功课，就把那个东野圭吾先生以前改编为电影的故事先看一遍，然后他日本拍的版本也看一遍，然后韩国拍的版本也看一遍，你要先了解他哪些地方他是可以接受，哪些他不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慢慢一步了，从那个概念啊，故事大纲、分享大纲，然后最后我们的剧本是一稿通过的。一稿就过了，一稿通过。所以你看，就是有心的人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电影人辛苦的付出哈。而且我相信很多原著粉都知道，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主角是三个男生，对不对？但是我们听说这次电影当中好像主角是改成了两个男生还有一个女生，是不是？两位跟我们来解答一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改编？这是我们在筹备这个剧本的时候呢，跟韩寒一起开会，我们俩就同时想到了说，应该不能局限于说三个男生，应该有一些阴阳的调配，这样故事才有情感和那种冲动还有理智之间的那种互相产生的戏剧感，所以就决定加一个女生进来。哦，这次也是刚开始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英皇公司的厉总啊，厉亚国先生，他也提到我们当初是要去做 pitch 的时候，就是说三个男孩子一样，他说哎，要不要也是两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因为怎么样说那个故事里面还是里面有说到男生的挣扎跟那个女孩子她的艰苦的生活，那然后导演跟韩寒老师也是说好，他们也想到这一点，那大家就不同人文不谋而合，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这个结果，那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三位主演哈，王俊凯、伊热巴还有小董，对不对？所以当时为什么选定他们三个这么优秀的90后来出演这三个角色？这个里面那三个小孩嘛，怎么样说也是小孩，所以年纪还是小孩的年纪。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去想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角色或是有一个演员呢，我们特别能够生活化，好像是真人去写这个剧本。我们这个小说我们很自然，大家一想就是想到小凯了，就这个样子。然后呢，确实也是我们跟小凯联系啊，跟他开会的时候呢，他也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就是说如果他是小说的话，他会怎么去想，怎么去反应这个样子。然后说到那个老大阿杰，阿杰呢是在三个人里面他是老大，但是其实他也是很年轻，也是小孩，那就跟董子健真的很像，我们老是把他当小孩，其实他也是成年人了，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所以呢而且他蛮会照顾别人的，他也很照顾那个小凯，所以很 perfect 这个样子找到他。那如果说第一热巴呢，刚开始呢我们会觉得她是一个漂亮女孩子，觉得她应该是受保护的吧，但是跟她的经纪人跟第一热巴一谈下来，原来她私底下是一个
很能吃苦的女孩子。我以为你要说她是很能吃的女孩子。不，很能吃苦，是她的，她不但吃苦，而且她很有耐性，很，应该怎么说？跟那个角色一样，她不会怎么讲话，但是其实她想到要做的事情，她怎么辛苦，她都会去做，去坚持。对，很坚持，所以很好，然后跟导演也很。同意吧，导演的想法。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当你准备要拍一个电影的时候，你不能决定谁会来，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靠导演安排你这个缘分。所以这个他们仨呢，我是觉得就是导演安排过来，我们要拍一个好作品出来，所以挺有趣的，跟他们合作很有趣啊。他们有一些想法，我呢就会很去包容，让他们有一些想法碰撞出来，鼓励他们碰撞。鼓励他们造反，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点出来。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站在这个角色上面来塑造自己。没错，对，这次会有不一样的火花让大家看到。但其实说到这个 IP 改编的作品，特别是从国外买的版权回来，很多人都会担心一个就是会不会水土不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本土化的这个中国化的改造上面，应该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就从今天现场还原的这个场景就能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那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两位还做了哪些中国化的一些改编跟植入？我觉得我自己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压根没觉得这个电影是一个有日本色彩。我觉得首先是在文化上是相通的。这个电影它那个原小说，它其实讲的也是中国式的美德，传统美德。所以在我这儿，我觉得文化上根本不是问题，无非是改造的需要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家庭悲剧，或者是不同的年轻人的遭遇。这些对于我来说，我是。就是拍社会问题、拍青少年电影出身的导演，我第一部作品《赖小子》拍的就是一个三个小孩反叛的最后的成长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在本土改造的方面，我非常有自信，把它拍到它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电影。那对于原著粉来说，他们肯定会问说，其中有一些是跟这个原著当中年代感啊，还有一些历史事件是有关系的，这种故事你们需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改动？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吧？原小说里面有一个第一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我做运动员，对，运动员，我们是怎么合服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的感觉啊，家庭的想法，那些就是靠导演啊，还有我们的联合监制李洪波先生，他们抓得很紧。这些通常有时候我们提出来，还有那个编剧团体，我们提出来，或者我提出来，他们说哎这个不对，这个想法不对啊，但是好像我们改变那个年份，一个运动员是那个，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原小说里面，他一开始是说一个运动员的，但是在换过来的年份不对，而且那个时候他的选择也是在中国未发生的选择，所以我们就导演就说这个我们去掉吧。另外还有一些角色是跟中国应该是不太会发生的，我们也去掉了，大家进去看就知道了。是要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改动哈。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它是有一些年代感，那具体在哪个年代，现在可以透露吗？其实原小说里面，它讲的是70年代的故事，70年代到12年。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影呢，其实你要在年代里面说一个人的成长也好，或者一个家庭一个故事的变迁，那在中国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所以我们选取了改革开放在之后产生结果的那个时候，90年代初，定位在这个93年到今天的2017年。好，时代上有一些改造，我们的跨度就是从1993年到2017年。是，刚才我们也听了我们的导演跟监制讲了，不管是从这个整个前期的准备，到这个演员的选角，到我们后期整个的细心的去制作哈，都体现出了大家良苦的用心。然后我们也相信大家也是想给大家呈现出一部非常优质的，然后能打动人的，非常温暖的，有爱的电影。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演跟监制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分享所有这个故事。那我们也把掌声献给两位，好不好？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请台下落座。谢谢两位，谢谢。好的，我
们跟导演还有监制聊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要赶紧请出我们的三位非常年轻、活泼、有活力又非常暖的三位主角了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电影的三位主演：王俊凯、迪丽热巴、董子健。都已经集中到我们中间来拍照了。来，我们照顾一下前排的大大吧，前面摄影师稍微坐一下，来，我们先坐一下，来照顾一下后面的观众。来，三位一出场，我们先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带给大家，就是我们还没有公开的，今天要首度公开的三位解忧小分队的海报。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哇，是不是很暖？在这个非常暖色调的光芒底下，三个人也笑得特别的灿烂，暖心开启，要来帮你们解答。好，所以我们赶紧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电影当中的角色。我们从小凯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俊凯，在《解忧杂货店》里面饰演的叫小郭，他是一个话不多，但是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好，行动派的小郭，来欢迎小凯，对吧？好，我是热巴，我在解忧杂货店里面饰演的是一个拥有音乐梦想的叛逆少年。好，欢迎热巴。大家好，我在解忧杂货店里饰演阿杰，我叫董子健。对，然后演他们的大哥，演大哥。来，欢迎小董。其实三个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无名杂货店的这个门被点亮哈，其实只要到最后我们整个杂货店被点亮，今天我们的解忧杂货店就会正式的复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那在我们的杂货店复活之前呢，他也有一些问题想要来问一下我们场上的三位。我先去我们有这个穿梭功能的这个牛奶箱当中拿一下卡片，好，稍等我一下。来，我们看一下牛奶箱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好，第一题是要来问小波的。小波的问题是：粉丝破3000万的福利是什么？啊，不是不是，开玩笑。来，小波的关键词是钥匙。钥匙是顾名思义，是开锁的，是开锁呀。其实小郭他其实因为他是一个孤儿嘛，所以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也是非常缜密的，所以说他其实就正是因为他这样一个性格，所以说他才可以在解忧杂货店里面去解开一切的秘密。对，然后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件把自己心灵的结给解开了，就是走上了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是钥匙的解读哈。来，我们还是请前面的媒体朋友哈，我们拍照的朋友稍微坐一下，我们照顾一下后面的朋友，好不好？好，谢谢。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成长。其实我们知道这次小凯的18岁的成人礼是在我们剧组当中度过的，对对。其实就是因为18岁了嘛，所以说《解忧杂货店》是我拍摄的第一部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对，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吧，我觉得也是，在戏内戏外其实都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次的这个角色也有很多的收获。对对对，也主要就是在电影里面向各位前辈们学习啊。对，您是前辈是这两位吗？没有，因为确实戏里面有很多前辈。所以有学习到，有成长。对对对。好，这个是小凯的关键词。来，我们看一下，热巴的是彤彤吉他，来跟大家解读一下。因为我在戏里是一个会弹吉他的女孩，然后在拍摄前期自己也学了一点吧，因为我没有基础，我以前不会弹吉他，对，然后就直接就来了一段成曲，就我们在戏里的一段歌曲，对，所以挑战了一下吉他，学了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另外一个关键词，突破。突破是因为我在这个剧里的造型可能是之前从没有尝试过的，短发，紫色，对，非常的炸，非常炸，对，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种造型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算是一种突破。所以当时定妆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这个造型有没有一直在自拍？
有，我之前觉得可能不太，就自己有点觉得太亮眼了，因为这紫色特别的亮，其实。然后后来渐渐就觉得，哎，这好像就是这个人物应该有的，就特别适合自己。好，所以已经非常符合自己的角色，对不对？好，这个是热巴的，我们来看一下小董的是阿杰大哥，来大哥解读一下。什么意思呢？要说什么想法？小董应该还有一个叫黑皮肤。黑皮肤为什么？对，因为我大家也看到的是我本人其实挺白的嘛，哦，但是在戏里就被涂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导演的要求，但我尊重导演的要求啊，所以但是当戏里的人物就是演他们两个大哥吧，嗯，但是其实当他们两个大哥不好当，弟弟妹妹才优秀。对，所以要怎么管他们在现场？就主要是他们管我，哦，他们管你，我向两位前辈请教。来，我们看一下大哥的关键词哈。担当，来，你怎么理解啊？担当吧，戏里可能这个阿杰认为就是弟弟妹妹需要他来保护吧。当然，阿杰他心里其实他也有一些障碍，他可能没有什么文化或者没有什么，他心里不管做什么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他们两个，所以这个就是担当嘛，有担当的一个大哥的角色。好，所以我们三位呢也简单的通过这几个关键词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些人物的性格。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就可能要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大家去电影院来揭晓了哈。那刚才我们先解读了我们解忧杂货店来快递给我们的这几个关键词，那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真正的运用他们这个解忧的实力来帮这个93年生的人来解一下他的忧愁，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疑惑。好，在大屏幕上有了，他的名字叫不放香菜，谢谢是吧？本人93年的，北漂2年了，还是月光族一枚，自己都吃土，还爱逗男生一大堆。那家里人总是暗示我回老家找个安稳的工作，我现在真的有点迷茫了，到底是要留在北京苦哈哈的坚持自己想要的，还是选择回家安稳的过日子？啥才是成功的人生呢？求解答。来，三位，你们要不就派一个代表来解答吧。那就我来吧。你来解答。对，来，我帮你。好，发给他好不好？好。来，你好，我是解忧杂货店的小郭。其实梦想跟生活并不是对立面，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觉得你自己其实心里应该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正确的选择，所以不管你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加油。好，我们发过去了，这18秒的小凯的语音也帮他啊，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希望我们这位不放香菜可以收到我们的语音，然后可以得到我们的解答啊，希望你满意，谢谢。来，刚才这个是我们在微博上面征集的非常多这个网友的问题当中挑选出来的一位哈，这是也是93年生的人。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说到93年这个词，因为93年真的是跟我们电影有非常多的渊源。刚才我们导演已经说到，我们整个故事的设置的时间跨度就从1993年到2017年，所以93年的年份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哎，马上我们也要考验一下三位能不能好好的理解93年的人的一些思维，包括一些动作。我们有一些关键词是跟93年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三位有这个93年的一些感觉在里面，有带有年代感的一个问题。两位要摆出那关键词的 pose， 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好了，台上三位互相 diss 完之后呢，我们要上道具了。是，刚才热巴说小凯93年都还没出生，你要让他怎么拍93年年代感的 pose？ 好，其实不一定要是93年生你才知道嘛，因为现在我们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发那种早安的图片呢，然后那种，对，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收到这种表情包，我相信不会难到你们哈。我们不妨小凯你先来啊，第一个，祝你的生活比蜜甜。哎，
哎，这个动图我觉得之后我们在微信里头应该会很流行。这什么意思？就是比蜜甜嘛。比蜜甜就是这样是吧？希望大家对生活好，希望这个佛光普照，希望大家可以生活比蜜甜。来，第二个，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哦，看来热巴喜欢喝两杯，自己就上来了。这是我的酒杯。这是酒杯。哎，表情要配合，要高冷才可以。有有有有有，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这个哦，明天也要火了。接下来就是小董了。愿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充满微笑。因为我比较难，因为93年他们都出生了嘛，我还没出生呢。93年。我才站在就很有年代感。小凯说他站那就很有年代感了。好，这个是小董的，最后我们还一起来一张好不好？最美的祝福送给你，我的朋友。三位，你们要商量一下有什么样的 pose 吗？来换三二一好不好？三二一，看有个动图的捕捉。三，对，有个动图的捕捉。三二一，最美的祝福送给我的朋友。谢谢啊，谢谢三位，特别精彩的演绎了这个有93年年代感的不同的表情包哈，明天应该就上头条上热搜了。是这个，他们刚才帮忙解忧了这个93年的烦恼，然后也还原了93年的这个表情包。接下来有一位是从93年穿越而来的人，啊，为什么要穿越而来？因为他是在93年那个年代的故事的人物，所以他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也有问题要来问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93年的即兴人代表晴朗的扮演者李鹏奇上台，欢迎。是，大家好，我是李鹏奇。欢迎李鹏奇来到我们的现场。好，我们听说这次鹏奇在电影当中的造型特别的朋克，是不是？是是是啊，留了一个，哎，有照片，留了一个长发，没错。嗯，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那个93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创作、弹吉他，然后很相信自己是一个民谣歌手，有音乐梦，音乐梦，所以那时候留了一头长发，弹吉他写歌。对，所以你穿越过来的途中是遇到理发师把头发剪了吗？对，没错。今天时代比较流行短发。2017年流行短发。那今天其实来到我们的现场，你有自己的一些烦恼，对不对？希望可以来解忧一下，是什么呢？93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北漂多年嘛，就是为了音乐梦。可是在93年不像现在有什么互联网啊，许多的短视频可以让分享给大家，就只有让一个制作人看见我的才华。好，但是这种机会在那个时候往往都是很难争取到的，所以我想问说，到底是要继续坚持呢，还是回家吧？好，是要坚持还是要回家？来，三位你们商量一下，谁来帮他解忧呢？而他来了，要是我答就回家吧。他才刚来你就让他走了，好不容易穿越过来了。今天在戏里确实是他确实说就别继续梦想了，但是因为我在戏里和晴朗的这种有着同样的音乐梦想，所以就还是希望能够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不管过程当中会遇到多少磨难，但是只要努力过了就好了，只要努力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们是不是中间有一个物件也是相通的？是吉他，是吉他，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吉他好不好？哎，就是。哦，原来我的吉他在你手上。对，哎，刚才的吉他是红色的。对，穿越到2017年之后就掉漆了是吧？变成了黄色。为什么吉他会到你的手里呢？现在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就是通过来的。啊，所以怎么样，晴朗，你对于刚才热巴的这个解读还满意吗？满意。我觉得就是有人支持，或者是有人哪怕是一句简单的话加油，这、就是对一个北漂或者是在持续创作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谢谢你。
谢谢热巴的解忧哈。其实今天我们现场也看到了，现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媒体人哈。我相信现在媒体的压力也很大，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烦恼和忧愁。要不然我们现场开放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媒体朋友，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忧愁，好不好？来，我们谁有烦恼？哦，这边是有人举手了。你好，那个我是一名网站的编辑啊，然后我平时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大家能看出来我年纪轻轻就有点秃顶了。我就想，我没有别的诉求，我的忧愁主要就是在于想要求一个亮点，好回家写稿。求一个亮点呀？哦，不是求生发怎么生发是吗？对对对，只要回家有一个亮点，回家好写稿了，我头发自然就长出来了。哦，所以场上我觉得两位回答过，那要不然就小董，你来帮他解一下忧啊。生发这个问题得去听讲座啊。我想想，要一个亮点，回家写稿是。他需要明天可以发新闻稿，但是又不能太普通。来了，好，注意了，拿好你的相机，亮点马上来了。他让我配合一下。好好，我就假装配合一下。这是他不帮你解忧啊，这不是我。哎，头发又多掉了一些。怎么样，你拍到了吗？没有是吧？你把手机放。再来一遍啊。把我们俩。蹲下。可以再来一遍吗？来，猝不及防的那种。哦，要真实一点，要真实一点。还原刚才的感受啊，真听真看真感觉是导演一直在强调。好的好的，是我们只有最后一遍的机会了哈。三号开。真的有点恐怖，大家试一下。你真的，你认真感受一下，很有感情。哎，大哥不放弃，大哥你要一定要稳到才行啊。能交差了吧？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尽力了，我一把年纪了。可以了，可以了，不容易。小凯刚刚成年，刚过18岁生日就被你们逼成这样。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哈！今天亮点都有了。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啊，我们这个主演非常的用心的为我们的电影来造势跟宣传。那其实我们现场除了解忧答惑，然后不只是帮了93年的人答惑，帮了穿越来的人答惑，帮了我们的媒体人答惑，我相信我们电影当中会有更精彩的这个解忧的故事在等待着大家。那到底真实的故事是什么样子呢？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那马上赶紧再次的请出我们电影的导演韩杰导演，还有我们的监制董玉诗，来再次的有请两位上台。其实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刚才导演也说了，就是我们电影的艺术指导韩寒先生，对不对？他这次在工作当中没能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他在整个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参与了非常多的创作。然后我们也想请导演跟监制来聊一聊跟韩寒先生的合作，好不好？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这次？我们是去年在剧本拍摄的时候在上海和北京讨论过。他很开放，我觉得他首先是他自己也做导演嘛，所以他知道电影的创作规律和制作规律，所以我们其实很默契。他也有个笑话讲给同行听，他说那个中国有3个姓韩导演，我都挺好的觉得。他说一个叫韩寒，一个叫韩杰，还有一个叫韩岩。三韩并立。是王老师跟韩寒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好像姓韩的导演说话不多，特别温柔，好像那个韩寒也是，我们这个韩导演也是很温柔，不太讲话，默默的、沉沉的、低低的、温柔的告诉你，然后呢，都很坚持，所以那个韩寒也是，他不太多
多讲话，但是他提的东西都很有用，然后我们都很佩服他。哦，就都是干货，我不讲话，我一讲话全都是干货。那这次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这个合作上面的火花了。那今天虽然韩寒导演没能来到现场，但是他还是录制了一段 VCR 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好，我是韩寒，那非常遗憾不能来到发布会的现场，因为此刻我正在贵州参加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贵州三都站。相信《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前两天我去机场的时候也发现我机场到处都是。那既然看过这本书的人这么多，这本又是东野圭吾先生的非常优秀的代表作之一，所以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是有着很多的压力，当然也有很多的动力。那我是这部电影的艺术指导，也非常高兴能够和导演韩杰在一起工作。那我已经看过这一部电影的初剪版本了，初剪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在座的朋友们想不想看一下初剪？也不可能，电影的初剪怎么可能给大家看呢？对，那你说话干嘛？相信大家只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在一个月以后就能看到这部电影正式上映了。12月29日，《解忧杂货店》带你解忧。那不是还有两个月吗？我还有。大家好，我是韩寒。刚才有一个地方那个说错了，不是一个月以后，是两个月以后，2017年12月29日，《解忧杂货店》正式上映，带你解忧。完了吧？哦，这个非常有韩寒导演风格的一个视频。是的，在12月29日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电影了哈。那相信大家对电影一定有非常多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不要耽误太多时间，马上我们进预告片，让大家先睹为快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预告片。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为什么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多的难题？困难会让你丧失信心，不知所措，但是请相信，生命正是因为充满未知，才会有百般精彩。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困难就是面对，有梦想就去奋斗，勇敢而真实的活着。至于将来嘛，反正一定会来的。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能帮助到你，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里是解忧杂货店。是，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有些人可能是不止一次看到了这个预告片，相信导演他们已经看过无数次了哈。那相信像有些人可能也是第一次在现场跟我们大家一起看到预告片，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完预告片之后的感受，好不好？杨奇，啊，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预告片，然后我看得真的很感动，但是里面没有我。马上，我相信下一个预告就有我的。啊。所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好，来，小凯。啊，那我是第二次看这个动画，第二次看。对，心里还是就是觉得挺感动的，因为这也是我追的第一部电影，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所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就是让观众感动到。嗯，好，谢谢小凯的分享，导演。这个对于这个电影来说，只是一点点小情感。还只是冰山一角，希望大家再等等后面的更丰富的故事。先让大家尝个鲜，对不 对？我们更多精彩留在后面。对，王老师。啊，上一个小跳皮真的演得不错。真的不错。真的不错。那八呢？有什么样的感受？看完预告片。这是我第一次看，
我就想到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温暖了，包括导演过来跟我们亲自去讲戏之类的，就历历在目。对，然后拍的也特别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非常开心，也非常暖心，因为也是在12月29号这么一个年末的时候，对，那么冷的冬天，希望大家能够到电影院来感受一下温暖。好，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12月29号在电影院哈得到他们非常温暖的拥抱。来，最黑的小董，我看完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在寒冷的一个冬天。然后大家裹得非常厚去电影院看这样一个电影，然后出来大家只剩短袖了，因为太温暖了。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电影院感受到他们想要给大家传递的这种温暖哈。然后其实整场发布会下来，我就一直在观察我们台下所有人的表情，我发现蒋总一直像看着自己的小孩一样，然后一直微笑的从头一直笑到尾。所以马上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万达文化集团高级总裁助理兼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德富先生上台，来说一说他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期望。来，有请蒋总。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在下面从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是很温暖也很幸福，因为这部电影有很多的观众基础。那当然到了中国来拍摄呢，就像导演刚才所说的那样，看过样片的所有朋友都跟我说，这部电影将是一部最落地的改编电影，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另外我们在探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所有的主创，我们的演员，他们真的很担当，这两个字儿不能随便说，但是可以用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去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去揣摩他自己的角色，真的我们代表所有的出品方向他们表示感谢，大家都很辛苦。另外呢，也代表出品方说两句，今天呢恰逢周末，天也很冷，各位在百忙之中赶到我们现场，场外还有很多观众和粉丝进不来，表示歉意，因为我们的场地有限。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物料发出，也会有很多精彩的镜头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也会让不同的粉丝群体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影片发布会和首映礼当中。12月29号，让我们解除烦恼，传递爱，开启新的一年。谢谢各位。谢谢蒋总的这个祝福还有期待。好，我们谢谢万达一直给我们中国带来这么多好看的电影。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请台上的七位一起有一个特别的启动仪式，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书桌好不好上来，上面呢有七封信，我们需要请台上的七位一起亲笔写下这封信，写给自己也可以，写给我们的观众也可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封手写信寄出去，好不好？来，我们也请七位一起移步到来舞台的右边，亲笔手写这封手写信。来，手机低点。哎呦，好，接下来他们就要亲手写下，对，手写信哦。其实我相信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很少有写字的这个行为，举杆那个，举杆那个，打字为主。但是今天我们要请七位手写下自己对于自己想对观众说的话，想对自己说的话，想对电影说的话。好，我们写完信之后呢，可以把信放入到我们的这个大的信封当中，然后在信封上签下您的名字。好，我们这次的这个手写信的活动呢，也是片方联合了中通快递还有猫眼电影一起发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封信寄出去，大家就有机会在中通快递当中可以拿到我们各位主创的手写信，然后扫描我们信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我们在猫眼电影上面发起的活动。那届时我们电影的官微会发出详细的活动参与的方式，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好，看大家都写完了，我们把信纸塞到我们的信封当中，然后在信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对，在信封正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对。对，在这个解忧杂货店的这个界面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是写的自己的名字还是？自己的名字。啊！我发出了一声惨叫。没关系啊，反正都是你嘛。好，我们写完之后，请各位再次的移步到舞台中间，带上您的信封。对。好，我们拿上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信封来拍一张合影。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好，这封信呢，我们在今天之后也会寄出，相信很多的观众都可以通过活动来看到他们在信当中都写了什么。好，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巨大的牛奶箱推上来，我们要请各位来启动我们的解忧杂货店，让它正式的复活。好，各位往后退一步。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好不好？七个人一起，我们把信封投入到牛奶箱当中。来，听我的口令，我们喊到一，再一起放手，好吧？我们先把手放在这个，对，我们先把信封放在这个，对，信箱的入口处。好，准备，三、二、一，我们宣布解忧杂货店正式复活。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无名杂货店的招牌也正式的亮起。那就在两个月后的12月29号，大家就可以正式的看到我们的暖心的解忧杂货店了。那我们也请各位主创，然后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来宾一起上台拍张合影，好不好？来，有请今天到场的来宾一起上台，我们拍张全家福。来，有请各位，有请。好，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忙，我们收一下话筒，好不好？来，来，有请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有请。来吧，来吧，我们一起上台拍张合影，来，有请。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谢谢，谢谢我们各位领导的光临，谢谢。来，我们请台上都是我们电影的各位主创再留步一下。来，我们各位电影的主创再拍一张。来，接下来是我们轮番拍照的环节。好，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好，帅哦，帅哦，又漂亮又帅又好看。往后面看一下，是不是？看哪边？看后面吧。来，我们每个方位都照顾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山那边的，来，后面的，先看一下后面的媒体朋友，来照顾一下，他们很辛苦。对，好，来看一下后面的朋友。来看一下左边，好，再看一下右边，好，看回中间，好，来看一下地面，好，全拍了三位，好的，谢谢韩导，谢谢韩小姐监制，来，我们请落座，然后四位主演再拍一张，谢谢两位。好，好，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来，每个方位我们都照顾。好，然后我们再把目光放远，看后面的摄影师，对，后面有人举手了，是，来，再看一下左边，好，再看一下右边。今天人好多，好，再看回中间，好，哇，小董你手可以分那么开啊，好，谢谢，来，
李红旗，你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三位再拍一张，来我们轮番的拍好不好？拍到你们满意为止，拍到睡着。好，看一下中间摄影师，一样。好，来看一下后面。好，来左边，照顾左边。要站上去吗？好，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看右边，小董，看右边。好，然后看回中间，给中间的摄影师再多一些拍照机会。好。好的，谢谢，谢谢各位主创今天到场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非常暖心的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解忧杂货店，然后也马上在12月29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粉丝朋友、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三位，我们回店里稍作休息，好不好？来，有请三位回店稍作休息。谢谢。哇，这么多黑影。今天的发布会呢就到此结束，然后三位主创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是我们群访的环节。那今天谢谢各位的光临，也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回去之后帮我们多多宣传，非常用心要传递给大家的非常暖心、非常温暖的解忧杂货店。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媒体的群访马上开始，我们请各位在场的嘉宾，我们先稍事过座，好吧？谢谢。好，来，我们嘉宾请落座，我们群访马上开始。好，我们请落座，谢谢。OK 啊。音乐关了。好，我们请音响老师把音乐先关掉，谢谢。好，来，我们再次的请上电影的各位主演出场。好，也请上导演李红旗，还有我们监制方老师，我们一起上场，有一个群访的环节。好，请开门。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过去。好，前面来，我们前面的媒体朋友请坐下好不好？干一场还不累啊？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专门拍照的环节，然后先请坐。我们先把全访录完，好吧？来，前面的媒体请坐下，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群访可以举手，我们会请工作人员接话筒。来这边。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韩杰导演。哦，左边。然后那个就是，这个电影已经有了日本版的这个电影已经上映，而且反响不错。我想知道您觉得中国版的这个电影最大的看点是什么？看点非常多啊，这个电影从主题上还是讲大爱啊，从小爱到大爱的演变，然后很多的变奏。所以呢，从看点上来说，我们人物很多，然后年代很丰富，故事转折点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会找到，在这个电影上都会找到看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改编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非常的多，人物也非常多，我不知道您在整个这个改编里边难度最大的是什么？难度最大是结构，相关的是我们做结构的取舍。和重新的设计，这个是最大的难处啊。好，谢谢，下一位。我想问一下那个李红旗老师，如果烦恼的话，一般会找谁或者以什么方式倾诉？这次是畸形人的身份，反过来有被别人请教过如何解决烦恼吗？这个故事是我前天发生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一样，长头发，弹吉他，可是他坚持了6-7年，然后他有一天，他来跟我聊天，就是前两天，他说他真的很感谢说那个时候他来跟我聊天，因为他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想不开。但因为我跟他的聊天，我对他的鼓励，就他一直告诉我，哪怕是那时候的加油、谢谢，然后鼓励，让他抛开这个念头。所以我觉得就是多鼓励，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写信、沟通、简讯都好。哦，他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你平时有烦恼的时候会怎么解决？哦，平时有烦恼的方式也是一样啊，就是可能找爸爸妈妈聊天啊，找韩杰导演聊天啊，等等等，我觉得都好，只要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那就没问题了。好，谢谢，来下一位。想问一下小海这边，那个，你是怎么理解小郭？哦，右边，戴白帽子的那边。你是怎么理解小郭这个角色？你觉得他在这个核心三人组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小郭他其实这个人物呢，因为他内心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所以说他的情感是就是一开始是非常压抑的，然后他又可以压抑也有爆发的时候，所以小郭其实在三人组里面他是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解开解忧杂货店这样一个秘密的一个关键的存在。小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谢谢。 OK， 那接下来问一下好久不见的小董，这边还是右边来。Here， 我还说英文。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一个角色，名叫阿杰嘛，因为这个阿杰好像在现实中好像会被误认为是坏孩子，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然后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像吗？我觉得是坏孩子，他确实是坏孩子，而且我觉得戏里每个人或者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坏孩子，但是你要去怎么看？阿杰是他从小被父母抛弃，然后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教育机会，他也没有能力说我怎样去完成自己的人生，可能那个是他的唯一出境，但他觉得那是他的唯一出境，所以他走误入歧途，但他内心还是一个善良的人，直到遇到了结果导演。所以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来看电影的人都会得到这个结果，就是当你看到结果导演，走进结果导演的故事，你会得到一个解答，不管是谁。没事啊，谢谢，来下一位。我这边想问一下热巴，就面热巴。好，还是右边。好吧，能修好吧？在这里。修好吗？看到了。我想问一下，就面对大家对于原著里三男的设定变为两男一女的质疑，你自己有什么压力吗？我也是男生啊。
没有开玩笑，我其实我觉得会更加细腻吧。有女生的话，可能很多一些，比如说对一些梦想上的一些追求感，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么执着的人，所以我觉得彤彤跟我也特别像，所以可能会更加细腻一些。好，谢谢。下一个问题，喂，你好，我想问一下监制老师，过来这边。想问一下监制老师的问题，就是每年的贺岁档，就是中国大片云集的时候，然后您觉得《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的优势是哪儿？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的演员阵容，就是年轻的演员加实力派的一个搭档，您是怎么考虑这方面的？谢谢。优势在哪？我不知道你们进去电影院看电影，很多时候不是说它的规模怎么样，或是它好不好笑，或是它拍得漂不漂亮。尤其是你看的电影，有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哦，他们很用心拍这个戏，或是你会感觉，哎呀，他们拍这个戏的时候一定是很辛苦。你看这个戏会给你那个感觉。我们这个戏，兼有那个东野圭吾老师跟角春出版社的好的 IP， 有好的导演、好的演员，还有英皇公司跟那个万达公司的支持跟信任，一个好的团体，我相信我们拍一部好的电影，然后观众进去看，他们感觉到这个温暖，就好像小董说的，冬天出来然后就变得穿夏天的衣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很温暖的去迎接那个2018年。这个是我们的电影优势。说他们火花，第三个，他们很鬼马的，在现场导演就知道了，但是怎么鬼马呢？你问他们自己三个。好的，谢谢。那我们时间有限，是不是？然后我们群访的环节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媒体今天的光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主创，谢谢你们。今天发布会就到此正式结束，谢谢大家。我这一场最重要的一个点没了，每个粉丝上去泡砖。有没有书啊？没什么破点啊。谁同学啊？我要你啥？你是啥个单位的？